隔六年，葉問三終於可以同大家見面啦。我哋嘅目的希望拍到新嘅嘢俾觀眾睇，尤其是我蘋果師傅，我相信喺嗰個動作設計方面就唔需要懷疑嘅啦，一定會係超水準嘅。導演可以去想到了，但是演員能不能夠實現，真的要看你有沒有下功夫。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多出于我们想象的东西出来那么的好看，那么的有咏春的味道。子丹同泰国拳手个嗰场都好激烈，咁逼一架 lift 入边，叮叮咣咣喺度打打打打，真系好易整亲嘅。我已经算小事噶啦，嗰个泰国拳手嗰个拳真系就系咁样插咗过去啊！佢哋真系打得好劲，打我。仲有包括最。令人關注就是葉問強戰拳王，加上阿白爺嗰個高難度設計，就發揮佢拳王最好的一面出嚟。Tyson 嘅加入啊，好出奇不意啊！估唔到有機會見到佢真人。佢喺紅甄子丹嘅一場好重要嘅動作戲啦，依然好快，亦都係最精彩嘅一個部分。My first time in an action film, so I'm taking this lead. I'm trying to learn from him. I'm listening to him, and he's instructing me what to do. I'm listening and take orders, and he tells me to do this. This is what I do. 大家都知道佢係拳王啦，咁你知道佢一拳係幾重噶啦，幾百磅咁重，所以同佢打係壓力大，因為一個不留神咧，就係當中 KO。我仲記得有一場戲我同佢打咧，就係佢勾拳嚟得好快，我真係笑得快，我感覺到佢喺我頭髮嗰度刮過。其實最好看當然是 ending 我和張俊打的場，第一次跟他做對手，我覺得他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對手。最後那場經典的咏春對咏春，這場打我覺得是打出了很多咏春的味道出來，沒有花哨的東西，基本上整場戲沒有吊威亞，真的是咏春的東西拍在裡面。我覺得最大的看點應該是 ending 的這場打，的而且確在動作方面也可以帶給觀眾一個新的高度，所以今次呢我有信心會演得更加老練和更有感染力，希望大家到時多多支持，多多捧場。